今天咱们来一起动物奶油的罐子蛋糕，一共是五种口味，杨梅、酸奶、牛油果、杨枝甘露、桑葚波波椰、暴打青柠。先来一口杨梅的，它这个顶上都带杨梅颗粒的。嗯，吃到嘴里啊，酸酸甜甜的，特别的绵密细腻，顶上都带杨梅果肉的。它这个是动物奶油的，没有反式脂肪啊，像咱们自己吃或者给小朋友吃就很安心很放心。嗯，这一口啊真的老满足了。这是牛油果酸奶的，他们家啊都是现做现发，看一眼这个起层，顶上都带牛油果颗粒的。嗯，清清爽爽，这个就很适合夏天，而且他们家哦是无蔗糖的，吃到嘴里也不会非常甜，小小一罐哦，一次一罐刚刚好。这个是杨枝甘露的，哇，这一大口，他们家这个料真的特别足，它这个顶上都带芒果和西柚颗粒的，嗯，酸酸甜甜的口感，特别的清爽，而且这个奶油啊入嘴啊特别的细腻丝滑，真的是入口即化，嗯，冰箱冷藏以后它就像冰激凌一样。这个是桑葚波波的，这个颜色啊看着就很诱人，它顶上都带桑葚颗粒的，哇，这颜值真的太高了，看，嗯，它这个里头蛋糕体啊特别的湿润，一点都不干巴，嗯，这种小甜品啊就很健康，像咱们减脂期来一个，好吃还没什么负担。这是暴打青柠，它顶上带青柠片的，先尝试青柠片，嗯。酸酸甜甜的，这个真的很夏天，特别浓郁的小青柠的味道，这奶油吃到嘴里真的是入口即化，特别的细腻，而且完全不腻，这个动物奶油啊你能吃出来，嗯，又滑又润，好好吃啊，嗯，真的老满足了。抖音